螺纹棉料，近看一下，它这个是卡色，对不对？有点奶茶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它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它的这边胸部的地方，这个是扣子，活动扣可以打开的。好，然后它是属于微短版，所以它的这个高腰的，它的这个裤裙是做高腰设计，所以正常这样穿起来是不会露肚子的，会很像连身的感觉。然后这里面是有裤子的，很好穿，它是裤裙设计。我们客人都超爱里面有裤子的，就不用担心会走光，尤其是这种棉料的，就是你出去跑跳啊、追小孩都没有关系，都不用担心说会曝光。然后它的这个弹力弹性很好啊，弹性很好啊，你的话都可以穿啊，对，你的话都可以穿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很可爱，它是有一个小标语的帽子，有没有背面？它不小，它是蛮大的。哦，那它现在帽子深不深？好，它其实就是戴上去头上的话会有点微紧，其实就是造型好看。这个是卡色，那它的弹性很好的，就是你可以活动自如。没错，你要劈腿都没有关系。这弹力很足够，它只是穿起来就是会让你有点变瘦小的感觉。这是黑色的。其实这套我跟你讲，不要小看这种小小的东西，盒盒的东西，我每次卖很好的，只是在直播上好像比较好，没什么加。这边做一个小开叉，很漂亮，弹性极佳的，不用担心会小。然后后面是这样，这个出去很方便啊，而且我觉得帽子做这个标语很可爱耶。好了，这个是可以穿到 L 号的哦，一套才599，真的很超值。然后它的这种版型，因为是很细坑条的那种面料，所以穿起来会有显瘦的效果，就是它其实还蛮修饰肚子的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短裤是跟它是跟着本部的料子一起做的，所以不是一般很薄的那种哦。所以这种是穿上去的话，它不会像一般平面的那种棉料合身的棉这么的显著，所以它还蛮修饰，而且加上它的弹力非常好。这个地方整圈都是松紧的，所以很好穿。好，这个是编号。